It was a cold day to be standing outside. The city of Toronto is under an extreme cold weather alert at this time, and that will basically continue throughout the day tomorrow. What's happening here? Overnight.你的东西我都收拾好了，走吧。你确定吗？我们昨天不是都说好了吗？滚！在国外留学，父母看不见摸不着，他们根本不知道我们有多累，要自己操心多少事情。多么想用说话留住你，心中想说。哎，先生，今天晚上十点在 SOHO 有妹子，来不来？哎呀，乖儿子，快让妈妈好好来看看你。最近吃的好不好啊？睡得好不好啊？长胖了还是瘦了呀？啊，我这儿都挺好的，你就不用管了，不用操心了。那最近学校忙不忙啊？有没有好好学习？能不能晚上毕业？我这儿学习挺忙的，刚才复习完，哎，有点累。那妈妈跟你说啊，千万不能交女朋友啊。这个好耽误学习的，学生还是要以学习为主啊。好的，知道了，知道了，我挺困的，你就让我睡觉吧。哦，好的，好的，那慢的快睡吧，乖儿子，记得那个吃暖，吃好点啊，穿暖点啊。好的，挂了啊。你熬夜啊。好好。嗯，好好好好。
好，拜拜。好，开始收床单，收床单。哇塞，你妈真的是好烦啊。还是来找我了呀，我就说你俩肯定成不了。这不因为咱俩长得像我才收留你，你这要是过得太惨，别人还以为你是我呢。哎，你真分手了？那个男的都搞不定，连人带想给人认出来，丢不丢人呢？你到底怎么回事啊？你跟我说说呗。这沙发给我睡吧，我缓一周就走。哎，你说说，当我们留学生真不容易啊，得学习，得应付家长，得找房子，关键是找到一个好房东、好室友比登天都难。尤其是我这个房东事儿太多。那又来了，我感觉这次准备好事。来来来，又死了！来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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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姐怎么了？有事吗 ？Jason 啊，你过来，我跟你说点事儿。哎，你坐下坐下坐下。Eric， 你起来，去去去，一边玩去。你这天天打游戏，声音还那么大，搞得我有点神经错乱这几天。尤其是我们家又上有老下有小的，我觉得实在是有点受不了了。再说你这屋里你也不收拾，我天天去帮你吸地，你垃圾也不倒。这个我下个礼拜我亲戚就来了。这样吧，我想一想，你最好还是尽快找一个地方搬走。拍什么你？你别拍，拍什么？已经整整住了一周了，你知道吗？住在别人家里是什么感受？窝囊、尴尬、惊吓、膈应。他怎么睡这儿了？亲爱的，你在干嘛 ？Baby， 你给我准备了什么好吃的呀？什么情况啊？
国内租个房大概多少钱？也就两三千。我和我爸妈说这边两三千加币，加上网费、水电费还有停车费什么的，他们还不太信我，以为我租房子的钱都乱花了呢。喂，所以你们不给帮忙找单间对吧？哎，理解理解理解，对，我知道我知道。所以，但是一室一厅对我来说2000块钱有点贵。对，北边的话不方便，最好还是Young Finch。对对对，但是我去哪找室友啊？哎。你是想住 condo 还是想住 house？ 哦，你养狗是吗？我对狗过敏啊。哦，你也有车是吧？但是 condo 一般就有一个车位吧。啊，你要是不喜欢抽烟的话，我应该可以少抽。圣诞节啊，但是 我现在就得住进去。哥们，你说的地方太远了，我每天都得上课。哎，不好意思，车一直没有来。嗯，没事。还有多久啊？我现在过来的话大概也要一个小时。这样吧，我2点有课，我等你到1点半。应该是来得及的，不好意思啊。在这里上班2年多了，每天要接50几个电话，见20几个客人，签10几份的合约，见过无数因为上学、工作、情感等个人原因需要重新找房子、找室友的客人。正因为有他们的需求，才有我们的存在。OK， 这里是您对房子和室友的全部要求，请您过目。如果没有问题，请在这里签字，我们会尽快帮您匹配。